好，说传出了组装 iPhone 6良率已经超过 90%， 将会带动出货比例拉高，反而预估和硕营运旺季将会一路连升到明年的第一季。今年第四季在 iPhone 6组装的挹注之下，营运大跳升冲上高峰，接着 iPad Air 2将会要发表了，再加上游戏机产品的刺激，今年下半年表现强劲，全年的营运可望超乎原先预期。